号，李小璐工作室转发了澄清李小璐 P 图事件的微博，并称尬黑无底线，拒绝恶意造谣。近日，因李小璐和 PG One 同回男方家中并彻夜未出，故二人传出绯闻。之后又有网友质疑李小璐前几日在微博抛出的照片中为 P 过的合照。照片中，李小璐环抱心形靠枕，倚躺在沙发上，而有眼尖的网友通过靠枕不规则边缘发现，这张照片似乎经过二次处理。李小璐的左手没有右手一样的美甲装饰，且显得粗壮黝黑，似男人手，更疑似戴着 PG One 同款戒指，让不少网友怀疑这张照片本是李小璐 PG One。两人同躺在沙发上的合影。澄清的微博中，后援会还附上了李小璐未经处理过的照片原图，并表示清者自清。1月2号 PG One 被曝圣诞节夜访李小璐家，而贾乃亮当天在外地拍戏不在家。目前贾乃亮圣诞节发出的微博已经被删除。芒果捞新闻，真相总有拨开云雾的一天，我们还是不要胡乱猜测啦，巴导。